我要的是你。从今以后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寡人都不许你离开我。当你真心实意愿与寡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我为什么非你不可。为了保护你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，任由天下人耻笑。你放手。 你舍不得，他勾结太子丹托起来，你不会不知情吧？师妹，我发誓要保护你一辈子。你与丽儿之间，根本不是什么兄妹情。 而是男女之爱，我爱的大王，今日起，他不再是你的女人。你一直都在骗我。他是一个心机男侧之人，情绪狂躁不定。他今日能够将你捧在手心，明日或能将你打入牢狱。他隐藏着太多肮脏的秘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寡人爱你，愿意和你分享我的天下，你却不。